Hello， 我是 Rachel 啊。最近有日本甜品店登陆了香港，即刻看看有什么吃先。这间日本得奖手信甜品店最近在香港开网店，主打多款日本直送有机莲蓉蛋糕和棒蛋糕。首先推介开心果棒蛋糕，外面充满粒粒开心果，好吸引啊！切开入面仲有新鲜车厘子果肉，食落湿润唔会干。喜欢食果仁的朋友可以试埋核桃咖啡口味，表面有超多核桃啊！咖啡味都好浓喎。仲有呢款人气棒蛋糕，选用大量爱媛软烟与金果酱制成，味道酸甜，而朱古力西班牙干果口味都好足料噶。至于莲蓉蛋糕就好大件，以有机鸡蛋、天然牛油等材料制成，蛋味特别浓郁，仲有朱古力橙味，食落口实又有层次。想知更多，click入内文睇详情啦。Yoo-hoo!